破活活僧呢，堕阿鼻地狱时间长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尤其是一个纯正的佛法，那你要是破坏可不得了了。这业因果报我们必须要晓得，我们不希望有别人来破坏我们的家庭眷属事业，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挑拨别人，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